拿下来。嗯，拿一块牌。河北的李珊珊。前驱，接一个后手翻，下摆成纵目齐坐。这个连接现在女子平衡木，我们这次看的全景赛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连接。嗯。毽子后直体，前团，哎，还好，控制住了。刚才的 CC 的混合连接，这个今年看到比较多的前驱接，这后面那个 B 组，它就是为了现在是拿到0.1的技巧直接连接的加分。嗯、这种连接在上就去年女子咱们中国队还不是那么多见，今年就开始已经把这个对，基本上把这个攻克下来了，这样我们在难度上又能往上提。嗯，但前提是你前面这个躯体前空翻要被承认，不能做成给人感觉是想前团或者。可以被裁判挑剔为前团，用的是后团两周下，后团两周下再紧的把这个质量啊、难度啊都给追上来，不然的话粉丝损失太多。李珊珊排名第五哈，得分14。